庆祝活动，对不对？你已经拿到奖品了，举手。啊、哦，手放下还不少人啊、哦。那今天我知道大家儿童节最大的愿望就是，不是，就是今天回到上课，对不对？最好上下课翻转，对不对？上课十分钟，下课五十分钟，好，下课四十分钟，对不对？不可能啊。但是呢，主任呢，帮三年级安排了今天的这一场导读活动，啊，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我们台北为台湾做一件事，台北淡水河大观图的一个导读活动。等一下呢，会请艺术家来跟小朋友呢做有一种座谈会也好。有没有觉得今天进来图书馆比较特别一点？有哈。今天是大家的儿童节庆祝活动，主任不想要在今天骂人，什么意思呢？请大家把两件事情做好，一个就是我们班的规矩要做好，三年一班、三年三班的规矩要做好。好，我们请艺术家来，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们这个山西国小什么学生都这么没规矩，爱讲话，然后呢就不举手了，然后就别人在自己在那边聊天，这样子很难看。如果有这种小朋友的话呢，主任就把你拉出去了，臭骂一顿，让你有点难忘的儿童节。好、啊，所以那今天也很感谢老师帮大家争取的，因为我们这场次是开给三年级，那三年一班跟三年三班的老师呢，想说让大家有个快乐的儿童节，就让你们来这边，是不是？所以呢，这样可以不用上国语课、数学课，对不对？对吧？哈，但是功课还是要写。好，那主任就不再多说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帮我们做这一场为台湾做一件事的我们的男主角，也就是我们的艺术家，是我们的廖，哎，我只知道廖先生，廖什么忘记了，廖，廖老师，那是不是掌声鼓励鼓励？还有马老师，马老师，好，那还有几个老师，等一下廖老师会介绍哦，好不好？那是不是再次的我们用爱的鼓励来欢迎我们的两位老师，好吧？爱的鼓励起来。好，那接下来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廖老师。谢谢主任，谢谢主任。今天非常开心啊，梅森叔叔很开心来到三星国小。今天是一个 special day，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那大家吃过饭了吗？有吃过早餐了吗？还没有。好的，梅森，你吃过了吗？啊。等一下的时候呢，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大家有没有看到上面的字是什么？为台湾做一件事情。对，没错。为什么叫为台湾做一件事情？因为其实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这么想，我们就可以为台湾做一点点事情。只要你愿意付出，无私的奉献，我们就可以为台湾做一点事情。那今天，马老师跟林森叔叔是这次台北淡水河大观图，它是目前全台湾目前最大的木板画，是记录整个淡水河一直经过到基隆河，到我们三星国小的这个地方。OK， 好，那我们今天有请到一个很特别的，今天有请到很多很重要的，艺术家。还有包括一些摄影大哥，到现场的。那我们今天先欢迎我们的大提琴手，就是陈老师，大家爱的鼓励。OK， 等一下呢，陈老师这边，陈老师是目前是，大家有没有看过大提琴？有吗？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大提琴？对，等一下，陈老师这边的话，这个叫做电子大提琴，它是我们目前台湾首席，今天很特别邀请到三星国小来，跟大家同学分享我们的这个电子大提琴的这个首席陈老师。OK， 我们请陈老师就坐。好，那今天我们的马老师呢，来，我先把麦克风交给马老师。大家知不知道三星国小其实以前我们就是像你们这么小呢？以前的马老师就是在你们这边学校念书的哦。今天的马老师，来，大家马老师爱的鼓励。OK。我觉得学校变化非常多了，学校
不过学生现在看学校就是变很多，小朋友可能没有感觉了，学校变得很漂亮，其实。然后从一些就有新的那个运动服，是不是？有些运动服以前穿运动服长这样，现在就变得不一样了。旧运动服对不对？现在跟旧的都一样，都很漂亮。然后很高兴可以回来学校这样子，然后做展览这样子。然后我们画了一个为这样选择做一件事的图，然后给来学校给同学看这样子。然后现在就是交给那个陈老师了，做音乐表演给你们看。好，我们请陈老师开始。同学有没有看过迪士尼的电影？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要拉的时候，我们最后要来有奖征答。最后答最多的，等一下梅森老师会送一个小礼物。OK， 好，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夏老师开始喽。不要讲出来哦。这个大家先，等一下我应该让大家举手，就想说让大家举手。深爱的鼓励。OK， 我们
觉得三年国大小时候都非常的热情，大家都很棒。大家知不知道刚刚那首歌是什么呢？来，我们来举手来 ，one, two, three， 举手。哦，没有小朋友举手，有一个，来上来，小朋友来，你帮我自我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子萱。子萱现在几年级呢？这部电影你是在什么时候看的？小时候吗？好，这部的迪士尼的电影叫什么？大家给那个子萱吗？子萱爱的鼓励。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说一下，我们进行下一首，等一下会换我们的马老师来导读，就是我们的基隆河跟淡水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大家现在知道基隆河在哪里吗？对，刚刚 Mason 老师、Mason 叔叔有跟你们说，对不对？在哪里？对不对？在这里。好，等一下，马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喽。大家有没有看得出来马老师很紧张？我们大家给马老师来个鼓励。是长得像一只鸭子哦，现在已经长得不太一样哦。OK， 好，那我们请我们的同学来跟我们分享，刚那部的迪士尼那部动画电影 是哪一个电影里面的主题曲？好，大家给同学按个鼓励。OK， 刚刚跟老师拍照，要拍照，好，没事，待会大家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拍照。OK， 好，那我们再请我们李胜老师再来进入下一首。不一定要是迪士尼的，我们恭喜祝福。
刚刚大家不是来打一下敲来，我是。刚刚分享是有发书本下去，大家传下去哦，要分享下去，每个同学都可以看得到，好不好 ？OK， 我叫 Mason 叔叔，我们已经去很多学校巡回了，那这个是我们很开心回到来到马老师的以前最小时候最小的时候的学校三星国小，以前的马老师以前跟你们一样小哦。他现在长大了，他回来贡献自己的母校，希望为学校做一点点事情，希望他长大之后可以再成就未来的你们。OK， 好。那马老师刚刚有分享，基隆河以前不是这么直哦。同学，来看这边，看不到的同学可以站起来，没关系。以前的基隆河呢？不是那么急哦，以前是弯来弯去的，就像这样弯来弯去，弯来弯去的哦。但是它因为经过河道的，因为以前很常淹水。松山呢，松山就在这里，对不对？松山机场，它这边是内湖，以前常常淹水，因为河是这样，像蛇一样这样弯来弯去的。所以之后为了避免不要淹水，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变成一直线哦。这个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河变成现在看到的直的哦，不然它以前就像蛇一样，这样弯来弯去哦。OK， 好，同学先坐下来，好，坐下来，好。书本的话要往后传哦，每个同学都可以看，对。现在现场有拉小提琴的请，小提琴或大提琴的请举手，有吗？有谁拉过小提琴跟大提琴的？好，我看到，来，请大家不要害羞，白色衣服有拉小提琴，好，那那个蓝色衣服的同学也有拉吗？是小提琴还是大提琴？你是小提琴，四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二，还是四分之三？四分之四全琴还是什么？对。OK， 好。那蓝色衣服的同学有拉过小提琴吗？有。OK， 好。那相信有在拉琴的同学，其实就算没有拉琴的同学，你也会知道这首歌。那我今天先邀请白色衣服的同学跟条纹衣服的同学一起上来。好，来，我们大家给他按鼓励来。
是我们很快就长大了，不要看你们现在才8岁，很快你们就30岁了。下次就换你们回来学校，跟所有的小朋友分享，你为台湾做什么事情？记得，每个人都可以为台湾做一件事情哦，只要你们愿意无私的奉献，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台湾做一件事情。那我们先请台湾小朋友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陈老师拉的那一首歌是叫什么歌呢？卡农。什么是卡农呢？在哪里听过这首歌？家里。在家里 ，OK， 是妈妈播给你听的吗？没有，我自己听的。所以你喜欢这个曲子 ，OK， 好。那你平常时候有在拉小提琴吗？平常时候有在拉小提琴吗？没有，好。喜欢音乐的同学呢，追求你的梦想，就是不要放弃。我们的梦想可以一直持续，我们专心做好一件事情，每个人都可以，你现在所学的任何事情就会成就未来的你们 ，OK？ 好，给蓝色衣服的同学爱的鼓励。OK， 好，谢谢同学，同学谢谢。那你学小提琴都学多久？这学期开始学。那为什么要学小提琴呢？我妈妈想让我成为拉小提琴的人。那你自己喜欢小提琴吗？没有一些事情是简单的，因为就像画画一样，本身一开始也觉得很困难，但是经过练习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只要不要放弃，就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刚刚那个卡农你听过吗？那你未来会不会想要跟陈老师一样，就是也练习这个卡农这个曲子？好，那我们期待下次这位同学跟大家分享，就是卡农这个曲子跟我们现在那个小朋友一起分享，大家给他爱的鼓励。
刚刚同学有跟我分享说，对不起，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吗？徐允诺。徐允诺，刚刚有跟我分享说这是学校的什么歌？打扫时间的歌。打扫时间的歌。OK， 那大家知道他的歌名是什么吗？老师是 I can fly 吗？中文翻译吗？所以这个曲子的名字叫做《挥着翅膀的女孩》，大家今天可以回去再 Google 一下哦。OK， 我们就先说爱的鼓励。徐允诺，有徐允诺爱的鼓励。OK。很棒，我觉得我觉得下面同学的同学都很优秀。好，每个人都有机会哦。来，下面同学，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都很优秀。OK， 好。那刚刚其实崔信老师有提到说，淡水河，其实淡水河很长嘞。你们知道它淡水河会接到哪里吗？屏东。屏东在我们的台湾最底部，对不对？对，它整个河流这样流出去就是太平洋咯，就会往日本的东向咯。太平洋啊 ，OK。那大家知道有经过两个水库，有两个水库，哪两个水库？大家都知道。还有什么？什么水库？这边有一个是往新店的方向走哦，一个是往集美的方向，对不对？一个是往礁溪的方向。我们有两个水库很重要，一个叫什么？那另外一个水库叫什么？好，刚答大家都答对了，就是集美水库。那另外一个水库就是叫做翡翠水库哦，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好，大家请敲敲。刚刚那小姐姐有下去跟大家分享，刚大家有跟那什么那个主任跟大家分享，这是谁画的？马老师在哪里 ？OK， 大家给马老师爱的鼓励。马老师跟那小姐姐呢，我们总共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去年2021年，2021年是什么年？是什么年？
年发生了什么事？好，游泳其实影响我们生活最大的，其实除了放游火车以外，就是最严重的疫情，对不对？对，我们戴口罩，但是在去年的时候，虽然疫情的时间，来，同学，同学，同学。去年的时候，虽然2021年，同学，好，很多人看我这里了，好。去年虽然2021年，我们大家都戴上了口罩，对不对？但是 Mason 老师跟马老师就有写下来了，我们在画淡水河。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从2021年的1月份，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到现在其实才完成70%，还会再继续画。OK， 那我们花了将近快一年的时间，把淡水的大湾图画出来给大家分享。那刚刚我们跟夏勋跟同学分享马老师在画的时候的过程。OK， 他是像一片一片布满这样组合起来慢慢画的哦，很难哦。OK， 我给大家休息，休息10分钟。OK， 大家去上厕所，动作，去上厕所。